Hello，同学大家好，我是花。今天讲的是239题 sliding window maximum。由于最近比较忙呢，因为没有上传视频，那么今天作为补偿的话，我讲一道 hard 题目。然后我会讲三种方法啊，当然第一种是 brute force。然后我们会讲这个 BST binary search tree 啊的方法，以及这个一个新的数据结构啊 monotonic queue 啊单调这个队列。那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题目描述的是给你一个这样一个整形的数组啊，然后一个 sliding window，它的 size 是 k 啊，就是一个移动窗口，宽度是 k 个元素。那么从左移到右，然后对于每个 window，你看到这个 window 中要把它最大值输出出来啊，比如说它样例是一三负一负三五三六七这样一个数组，那么 k 是三，它的 sliding window 是三。就是有三个元素，一、三、负一，那么这个 max 是三啊，然后这个 window 往右移一个，三、负一、负三，那么还是三，再往右移，负一、负三、五，那么这个最大值是五，然后就是把这个所有的 max 全输出出来，这个从最左边移到最右边，这个 sliding window，那么最后的话会返回这样一个 max 的数组啊，然后的话它的 k，你可以认为它 k 都是合法的，就是说它的 k 是大于等于一，小于等于这个 input size 啊。然后的话，follow up 是能不能在 linear 时间啊 solve the problem。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一个三种方法。那 brute force 的话，它的时间跨度就是说有多少个这 window 有多少次啊的话，次数是 n 减 k 加一次。那么对于每个 window 的话，我们就是去找最大值。那么这 window 的 size 是 k，那么所以说它的时间跨度就是 n 减 k 加一乘以 k。注意，当这个 k 是 n 的时候，反而并不是最大的啊。k 等于 n 的话，就是它就是扫描整个数组找一个最大值，它是线性时间。那么当 k 最坏的情况是 k 等于二分之 n，那么二分之 n 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跨度接近于 n 平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慢的。那么好处，这个 brute force 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话不需要额外空间啊。如果你不把这个 answer 考虑进去的话，它的 space capacity 也是线性的啊，不是是 OE 空间，就不需要额外的空间。那么它的运行时间的话，我们这边 C 加加实现的话是180毫秒啊，还是比较快的。这看来它这个题目的数据规模还是比较小，所以说这个 n 平方的这个算法的话也是可以过的啊，它最坏是会达到 n 平方。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想法和第一这个 brute force 一样啊，就是我用，但是话我换一个数据结构，我不是用这个数组啊，不是去扫描这个 window，那么我把 window 的构建一个这个 binary search tree 啊，那么每次的话，我去在这样一个这个 balanced 的 BST 里面去查找最大值的话，其实是 OE 时间，但是我要去维护这样一个这个 BST 啊，每次移除一个，把这个上一个 window 的元素移除掉，然后加入这个新的一个元素进去，那么这个其实是 log k 时间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样子的话，就时间跨度大大降低了，那么降低到了n 减 k 加一乘上 log k，那么最坏情况下的话是 n log n 啊，k 的话是二分之 n 啊，也是一样啊，最坏情况是 n log n。那么已经比这个 brute force 要提高很多，然后它的空间跨度的话是 k 啊，我们需要这个 k 的空间去维护这个 BST。那么对于 C 加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ultiset 啊，就是它就是一个balanced 的binary search tree 啊。那么运行时间也缩短了一半啊，从180毫秒降到了82毫秒。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onotonic queue 啊，就是单调队列，它相当于是说一个队列的话，它里面的元素是从大到小排列的。那么每次有个新的元素加进来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队列里面比它小的元素全删掉。对这道题的话，它就是说我队列里面只保存potential 的这个 maximum 这个 element，对于不可能的元素的话，我就把它删掉。就这样一个思想。它的每次，它的操作时间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啊，它和这个数据有关系。但它的那个 amortized cost 的话是 OE 啊，对于整个扫描整个数组了的话，的它的 amortized cost 是 OE，它有些 operation 可能比较 expensive 吧，但是就是 amortized 平摊下来的话是 OE 的是operation，所以说它的时间跨度就是
要操作 n 次，每次的话平摊是 OE，所以说它的时间跨度是 O n。那么空间跨度和这个 BST 是一样的啊，最多的话是需要用到 K 个元素啊，K 的话就是指 window size。那么运行时间的话也稍微比这个 BST 要快一些啊，降低到65毫秒。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 Monotonic Queue 的一个设计啊，以及它是怎么工作的。这 Monotonic Queue 的话，它和普通的 Queue 并没有太多区别，它还是提供两个方法一个是 push，就是把一个元素 push 到这 Queue 里面去一个是 pop，就是把这个队列的第一个元素删掉。那么这个队列的话，它是单调的队列，所以说它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去使用这个 max Monotonic Queue，就是大的排在前面。那么它的 pop 的话是 pop 第一个元素，所以说它其实是把最大的元素给删掉啊。然后我们另外的话用一个max 或者说 top 也可以啊，去获得这个最大元素。那其实它和普通的 queue 的接口是差不多，只是说它这个 push 的话它有比较特殊啊。push 它是把一个 element push 到这 queue 里面去，那么它会把这个 queue 的里面所有比它小的元素全删掉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运行时间的话不是固定的啊，它的这个。但是它 amortize 下来的话就是 OE 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queue 的实现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deck 啊，它是双向的，你可以把元素加到最前面，也可以把这个元素加到最后面啊，都是 OE 的操作。那么我来看一下这个 monotonic queue 是怎么样工作的啊，然后的话，每次我们从第一个元素开始吧，把第一个元素开始把它 push 到，对于每一个元素，我们先把它 push 到这个 queue 里面去啊。然后这个 queue 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我的 max，就是我的 max。一开始的话，因为元素不够，所以说元素不够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一 push 到这个 monotonic queue 里面去啊。然后的话，这个是一。然后之后来了个三，三的话，由于三比这个一要大，所以说它就把一给就是把一给踢掉了，因为我在这样一个 sliding window 里面，如果出现三的话，那么一肯定是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所以说，它会把每次我 push 的时候，它会把 queue 里面所有比它小的元素全删掉。所以说，三的话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个 queue 的唯一元素，也是最大元素。那么之后来了个负一啊，负一的话，由于并没有比三大，所以说它就直接放到这队列的最后面。这个负一有可能是 potential 的一个maximum element，因为我后面还不知道后面会是有多小，所以说我负一还在 queue 上面啊，那么我就放着。这时候我这个 window 的 size 已经满足了啊，k 等于三了。那么我就把这个队列的第一个元素 max q 的第一个元素作为这个 answer 的一部分输出出来三。之后来了个负三啊，负三的话它也没有比负其他元素大，所以说它也可能是个 potential 的 maximum element。那么它继续追加到这个 q 的最后面啊，那么这个 max 的话还是三。之后的话。其实这边的话，它其实可以把这个三移除，它的这个队列其实是变成了负一负三啊。先，因为我这 window 往后移了一个，这个三的话，它的 index 已经超过我的这个 window 范围了，所以说我把三 pop 掉啊，调用这个 pop 方法把这个三 pop 掉。那么负一负三之后来了个五，那么五的话比负一负三都要大，那么它直接把这个负一负三全是踢掉，它是自己成为这个 queue 的最大的一个唯一的元素。那么 max 的话，显然就是这个五，然后来了个三，三的话没有比五大，但是它是 potential 的解，所以说先把它放着五三，那么还是五，这之后来了个六啊，六的话它就比五三五都大，那么它就把它全踢掉，那么就是六，最后答案也是六。之后来了个七啊，把六踢掉，那么 max 的话就是七，这就是一个 monotonic queue 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啊，它只存储从当前位置开始，可能的那个最大值的元素，它把不可能的元素全踢掉。当这个 sliding window 里出现了七的话，那六肯定不会是我的这个 maximum element 了，它只会慢慢移除，它只会被因为我要往右移嘛，所以说六已经不可能了。有七的 window 中有七的话，那六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就会只会把那个 potential 的那个 maximum element 放到 queue 上面，然后并且是以从大到小顺序排列，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样一个移动完之后的话，操作完之后，每次这个 monotonic queue 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我的答案，这是我答案。那好，这是这个 monotonic queue
然后它的这个实现的话，amortize cost 是 OE。我们总的来看代码时候再来具体讲这东西。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几种方法代码。那么第一种方法的话是 brute force 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我们定义这个 answer 数组 vector，然后的话是这个 i 从 k 减一开始到这个 size，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要做多少次啊？我做多少次？那么是应该是做这个 n 减 k 加一次，然后每次的话我就这个 number begin i 加 i 减 k 加一的话就是我这 window 的起始值啊，这个 i 加一的话就是 window 的那个终止这个范围。那么我在这个范围里面取一个最大值啊，这个就是一个maximum element 对于一个区间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每次我这个区间的长度是 k，那么我扫描这个区间的这个 maximum element 它是线性时间，所以说它是 OK 时间，然后我一共有 n 减 k 加一个这个循环，那么时间跨度就是n 减 k 加一乘上 k，那么最坏的话是二分之的 n 平方，那么brute force 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比较简单了，我就每次就重新算这个 window 啊，每次的话 window 变化重新算最大值啊，那么把它加到这答案里面去啊。由于这数据规模比较小，是可以通过的。那么好，我们看这是第一种 brute force 的做法。那么看一下这个第二种方法binary search tree 啊 body set。它的做法思想还是差不多，就是每次往里面加一个值啊，我们还。这个 multiset integer 的话，然后定义这样 window，我们就把这个当前这个 window 里面所有元素啊加到这个 multiset 里面去。然后的话，我们从零开始啊，因为我们要慢慢加，其实你就从零开始加吧。那么每次的话，我把当前这个元素啊认为是这个 window 的最后一个元素是加进去。当这个 window 的 size 足够大的时候，就是 i 减 k 加一大于等于零的时候，就是 window。有足够多的元素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window 的 rbegin 就是这个 multiset 的最大值，这个 rbegin 的话就可以获得它的最大的这个值啊，最大值的话把它放到这个 answer 里面去，然后的话我们注意这边删除 C 加加的这个 multiset 删除的时候，如果你删除 by 这个 key 的话，它会把所有的相同的元素全删掉，那么这样的话是会有出问题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要调用这个 equal range 这样一个方法，并且把这个，当前这个 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就是 i 减 k 加一这个元素删掉。那么 equal range 的话会返回这个元素，它的在这个 multiset 中的一个范围，它第一次出现以及最后，第一次出现的这个 iterator 以及它最后一次出现的这个，iterator 的后面一个元素啊。那么 equal range 的话，我们用它是一个返回一个 pair。那么 first 的话就是这个元素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把它删掉。这样的话，它只会删除一个元素。如果你直接写成这个window 点 erase 这个 numbers i 减 k 加一的话它有可能会把它相同的指定元素都删掉。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要只删除一个元素。相当于是每次加一个元素当 window 元素够多的时候，就找到最大值，放到这个 answer 里面去，然后删除这样一个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那么这个 rbegin 的话，它其实拿到的话其实是 OE 时间但是这边 insert 和这个 equal range erase 这些操作的话都是 log k 时间这个 window 的话它的 size 是 k，所以说它的话运行时间就是就是这个 n 乘上 log k 吧，大概在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说它最坏的时间跨度是 n log n n log n，但是已经比 brute force 要快很多了。然后的话，它空间跨度增加到了 OK 这个 multiset 这个 window 的话，最多有 k 个元素。好，这是第二种做法。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做法。第三种做法的话，我们这边Montoya Q。这边我给了一个单独的实现就是说一个更加 general 的一个实现就是直接用这样一个 Q 定义的这样一个类。那么我们有 push、pop 以及 max 这个三个方法。那么它的内部实现的话，我们使用这个 deck 的话是说我可以往头上和尾上都可以添加删除元素，都是 OE 实现的。然后它，并且的话，它支持随机访问，你可以把它看成列表。
但是链表的话是不支持随机访问的啊，这个 DAG 的话是可以随机访问，并且可以头尾都可以加减元素。但是的话，这个 Monotonic Queue 的话，我们并不需要这个随机访问，所以说也无所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ush 啊，就是根据讲义讲的这个 push 的话，就是把这个我们要 push 一个 element 到这个 queue 上面去，那么它会把这个 queue 上所有比它小的元素都删掉。那么就是说，当这个 element 比这个 data 的这个最后一个元素大的话，它把这个 data 的最后一个元素给删掉。然后的话，它把自己 push 到这个 push back 到这个 data 这个数组上面去。然后 pop 的话是 pop 最大的元素啊，所以说它最大的元素在最前面，我们用 pop front。push back 和 pop front 的话都是 OE 事件啊，对于这个 deck 来的话，它说的话是 OE 事件啊，不能使用 vector 的话。pop front 的话是线性事件，那么 max 的话，就是这个 front 了，就是第一个元素。我们这个是一个 max 的 monotonic queue 最大的元素排最前面。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类啊。让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类来实现我们这道题的这个 sliding window max 啊。那么，它其实和这个 BST 非常像啊，每次是往里面加一个元素啊，当它有足够多的元素的话，拿出最大值啊，并且把这个元素这个 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删掉。那么它其实稍微有些不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定义这样一个 monotonic queue，然后的话循环还是一样，每次的话我把这个 number push 到这个 queue 上去啊，其实你不用关心它到底内部怎么实现的啊，就把它 push 到 queue 上去了。那么当这个i 减 k 大于 i 减 k 加一大于零，表示说我这个 window 有当前已经有足够元素了啊，就是第一个 window 已经有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q 的最大值啊，q 的 max 嘛push 到这 nth 数组上面去。那么这边注意这边的话和之前的不一样啊，这边的话就是说，当这个 window 的我要删除这个元素，就是这个 win 当成这个 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是我要删除这个元素。如果它等于 q 的 max 的话，那么我才需要把它 pop 掉。如果它不等于 q 的 max q 点 max 的话，我就根本不用 care 它，它其实已经被 pop 掉了。只有当它是 q 点 max 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显示的去把它从这个 q 中删除，表示说我这个元素，这个元素的话，它是当前的最大值。但是的话，它马上就要，因为我的 window 往后移了一个，所以说这个元素已经不。已经没有，已经失效了，所以说它只有当它是 q 点 max 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把它移除掉啊。这时候调用这个 q 点 pop 啊，把它移除掉。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它这个 amortized cost 是 OE 啊？由于它这个数组长度是 n，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最多会调用 n 次 push 啊，这个所以说它的 q 上的话最多只会有我们最多只会调用 q 次 push 函数。那么也表示说，这个 Q 上最多只会存在过n个 data 啊，但是的话不是同时存在，它最多我只会往这上面 push n 个 data，但是的话所以说虽然我在里面用一个循环去 pop back，那么因为我最多只有 n 个元素，所以说最多 pop back 的话也是最多会 call 到 n 次啊，这是累计啊，所以说我最多只有 n 次 push 和 n 次 pop，所以说它的 amortized cost 就是 OE 因为我循环是 n 次。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证明这个 monotonic queue 上的话，它最多只有 k 个元素因为相当于是sliding window，当它等于这个要第一个要删除的元素，它一定是小于等于这个 q 点 max 如果肯定小于等于 q 点 max。如果它小于 q 点 max 的话，它在上面之前的 push，上面的之前的 push 过程中已经被删除掉了。如果它等于 q 点 max 的话，它这边又被 pop 掉了。所以说它其实这个 q 上的话是维护了当前这个 sliding window 上所有这个 potential 的这个 maximum element，那么它的元素个数一定是小于等于 k 的所以说这个 monotonic queue 的这个额外的空间使用的话是 OK 然后 push 和 pop 的话最多只会被。总计会被调用，各被调用 n 次，最多的话只会被调用 n 次，所以说它的平摊下来的话是 OE 时间，然后 OE 操作，然后的话是总共的话是 ON 时间，这就是那个 Monotonic Queue 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套用。那么对于这道题的话，其实还可以稍微做一点点优化，做一点点优化，就是直接用这个 deck 来
来做就可以了。我们看下最后一种实现。那么我们直接用这个 deck， 这时候我们并不存储这个元素了，我们存储这个potential 的这样一个 maximum element 的这个 index 啊 index。那么还是扫描这个数组啊，当这个 index 不为空啊，就是说，并且当前这个元素比这个我这个当前这个 monotonic queue 的元素要大的话，我们就 pop back 全把它 pop 掉。那么然后我们把这个 index 当前这个数是push 到这个 queue 上面去，是我的 potential 的这个 maximum element。当我有足够多的元素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index 的 front 就是最大的这个元素push 到这个 ans 数组中面去。然后的话，当这个 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它的 index 比我这个当前这个 front 的 index 要大的话，表示说我这个元素最大值已经失效了，那么我们把它 pop back。其实这边的话，其实和这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当这个元素啊，这个 i 减 k 加一这个元素，就是当前这个 window 的第一个元素，就是我要即将要删除这个元素，等于 q 点 max 啊。这边的话是大于等于这个 index 点 front 啊，就是这个元素的 index 要比它的这个是它其实只有可能是说等于这个 index，就是它当它是最大值的时候，才需要 pop back。就这样一个实现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其实简化了，但是的话其实并可读性并不是特别好，我建议大家的话还是写这样比较明确一看就知道在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的话也是可以被重用的我这边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去做一些其他的操作包括拿 size 是判断 empty 包括一些异常处理都没有错，那么留给大家自己去实现。好的，这道题目的话，我们就讲到这边讲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比较了一下，然后 brute force BST 还是 Montel Q，时间跑度的话，从这个n 平方降到 n log n 再降到 O n 空间跑度的话是O 一或者是 OK，运行时间的话，最后也降到了65毫秒还是比较快的。好，这样的话，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边了，然后不要忘记关注频道，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我是花，拜拜。